你们能感到那个？哟，你要到温泉还要绕一大圈，还要到温泉啊？不去了，啊、不，那个跟那个跟车子。你现在下去，现在几点钟？那就是玉屏，没到玉屏哇？三点十刻，三点十分大概你们下去到四点半，五点左右。他叫你有地图吧？他们俩跟我就到这里就坐十九块钱车嘛。哦，哎，好，他们问你啊，他们。